用什么铭刻时间？用什么记录历史？在不经意间流逝的每一秒，也许都藏着一份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。1955年，新中国的第一只手表在这里诞生。半个多世纪的成长与前行，从第一走向无数个第一，把中国的制表工艺、中国的制表精神传承下去，是我们每一个海鸥人的责任和使命。海鸥的追求绝不是风平浪静中滑翔，而是飞过浪潮，越过群峰。我在海鸥手表厂已经工作超过了半个世纪，在这个世界表这个舞台上，应该有海鸥表的一席之地。一代又一代的制表大师，用自己的年华换来海鸥表分秒间的精彩绽放。从花丝到蜀绣，从秦风汉韵到上天入海，海鸥表诞生的第一天就肩负着记录中国时间、诉说中国故事的使命。如果说到中华文化的元素的融入啊，我们海鸥表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，比如说刺绣、大漆、铜错金银之类的很多很多不同的产品。我们要把一个最完美的产品设计出来。初心、匠心、澎湃的中国之心，振翅飞跃，翱翔于世界之巅。